好，我贴第四要就了。那裸那边贴上去就好了。好，那我把那个另外地方的图拆一下。他们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哪里哪里？黄队吗？黄绿黄绿。哎不，我最看好这两队，先打起来哦。他们看很久了。打起来啦！人走一只弩啊！哇，玉米死了，玉米死了。然后，哦，再拿三，拿三，加油加油！哎，我完全忘记这一阶吃金苹果有抗火啊，我还烧你干嘛？哦，黄队剩黑鱼了。黑鱼不要死，也不知道他们带走汪汪哎。哎，有听到狗狗的声音哎，是怎样？黑鱼死了，养狗吧。死光！哎，来了，黄队，趁机而入啊！啊！黄队蓝队啊，蓝队，蓝队，紫队趁虚而入，紫队自空。蓝绿打起来了。难不成哈基又要再玩一次？他没玩到那个 TNT 吗？他想玩，可是底下有水啊，哈基，你确定？对啊，哈基有水啊，哈基有水啊。我觉得哈基应该是来不及玩到那个。对啊。他想玩，让他玩一下嘛。哎、欸，好叠好快哦！他现在很赶，他真的想玩。哦，他为什么哈基不直接用跳的？嗨嗨嗨嗨，你好啊！哎，先打就被剪头了，我们应该先 B 站的，对不对？关没关系啦，应该看到直接看到玉米，然后直接先砍，然后就接下去了。你们看哈基，你们看哈基啊，他现在哈基要玩 TNT， 他超想玩的，他又想再玩一次，是不是？然后他一直叠，才找了一直又叠，一转。哎，可以，这位置，这位置转。他要被射下来，可是他要被看到了。他等下就被射下来了。哎呦 ，Moco 跑到那么前面哦，人家有贯穿，他直接射下来。哎，可是贯穿射他那么多箭，就会一滴耶。他想玩，慢慢磨。对啊，落荒而逃。汪汪好可怜哦。汪汪跑到角落去了。撑住啊！汪汪在哪里啊？是角落。汪汪在角落。好边缘。角落生物。没办法，他剩一个人了。对啊。蓝紫大战。对啊。哦，卡卡卡！我跟你讲，就是这，就这个区块，就这个区块。这样切这一块特别卡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要切过去，直接卡死。哦，就是在这里这附近走路都要走一格就卡一下，走一格卡。然后观察者踩到也算，所以只要踩到这一格就会卡到。哦，那我们大家都尽量不要过去那边。他们要去找汪汪了。黑鱼哦，黑鱼哦，在那边，真的是。人家都剩一个人了，汪汪！汪汪！我说狗狗不要影响战局了，黑鱼哈。哎，是说有没有人养狗啊？我今天有看到狗哎。没有没有没养，我们没养。哎，对啊。好可惜。那这场大你们大家是不是的那个资源都还不错啊？大家没有，我们这一队有点惨。是哦。我们走到哪边都是人。然后小雨从一颗星补到满啊。对啊。对啊。猫狗也是。对啊，很多。那个真的大家都还不错，而且为什么玉米你要喝水啊？喝水？什么喝水？因为我刚刚接到他的时候，那个观众说他喝了水，喝到水？你说用水瓶装水喝水吗？哎，繁星，我做的屏幕好看吗？我放了水桶，我放了水桶那个，被嫌弃。团团，你们刚那队是火焰弓吗？没有，我们有火焰弓，我们没有。岩浆中，那我真的是被黑雨烧到。没有，墩墩好像是那个，不知道是你们谁放岩浆，然后我就有机会把你打过去啊。对，是，我把你打进岩浆里的啦。可恶，就是你。没有啦，不是岩浆，是我放火啦。哎，我杀到队友了啊！你放了火焰，我想说我还绕过去啊，结果被打过去。等一下，这两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在干嘛，站角落了吗？哎，蓝队装如果本身就不错的话，哇，那拿我们的装会更好哎。对不对？他没时间叠吧？不是啊，他们拿宝山装就好了。干啥？不要这样啊！他们今天我在起哄，我在起哄，瞎起哄，瞎起哄，不要欺负一个人啊！先杀他，先杀他，一个人很难过啊。对啊，都已经一个人了，还被围剿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蓝队选择去找紫色，紫色要打喽。
哈基到底是多想玩啊，等一下，他到底是多想？他到底是多想玩？准备好，准备好下去了！哇！好厉害啊！哇塞！666哎！哇，打到999啊！哇，汪偷咬啦！汪要 miss， 雷神，雷神，汪被夹死啊！汪被夹，一直被夹，一直被夹，被哈基玩到了。他上一次没玩到很多，竟然有点，他整个最爽了，汪完了，真的，哇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会战了，会战了，现在是三个人，猫口，啊，小雨，哈基在打小雨。哇现在是拿下了，先拿下了，大奶奶站不站？干嘛？我好挤哦！我被卡住了，完了！紫队了，看紫队获胜了，紫队差不多了。小雨，还有，我还带走一个，我还带走一个，射掉一个。哎呦！哇，不会吧？王者哦！哇！前汪已经很厉害了啦，带走两只了。对啊，他够强了，够强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哇，汪归到第二名了。对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成。哎，你没有，你已经够厉害了，你够厉害了，你够厉害了。厉害啊！差一点点，还有两个人。对，真的已经够厉害了。哈基应该满足了吧？哈基满足了啦，他应该大满足，是没炸，他终于玩到 TNT 矿车了，真的，被炸死的，第一个被炸死的，而且也是有没有傻掉啊？我完全没有看到他，哎，真的，哎，我真的觉得炸死真的是一个就是，虚荣是一种荣耀，哎，荣耀，不管是炸死的还是被炸死的，我都觉得非常荣耀，真的很厉害，真的。对啊，被炸死，我可以跟我的小孩说，哎，干，我上次爸，我被炸死哦，我觉得好像没有很开心啊。会被小孩呛吧？这个，然后小孩说：“哈，what the fuck？” 到底在开心什么呢？哈基太精彩了！耶！哎，可是我有想到一个，就是假如说最后说到这么小以后，然后再就是再炸，好像更精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刚刚就说到最小的，说到最小啦。我为什么会跳到炸？是因为要限高限低。哦，你就一定要玩到就对了啦，下去就来不及炸了，先炸再说了。哦，有，可是我觉得有成功，而且你们还赢了，超屌！刚被炸死是谁啊？刚被炸死，刚被炸死了，旁边也被波及到一半的血量，对。厉害厉害，而且那个还要波及到队伍，没有那个炸弹炸的好啊。对，没有那个炸弹，蓝队可能就赢了，真的。可能就圆圆的武器超强，他圆圆的武器超强的。你们是多少啊？你们那一队金苹果是有80几颗，是？对啊，你们一直吃，而且一直吃一直吃，哎，整场都看你们在吃，哎。对啊，我们当饭在吃啊，真的。九太夸张了，两个都九颗是怎样？九颗这么多，26个，夸张，夸张。我和顿顿只有吃两个，还有没吃完。你看看蓝队有多少个冰瓶啊？这样，好扯，大家的资源最。大家的这一次的资源都超好的，没有，有，不好意思，我也可以用金桃木做那个，不行，没有，不行，没有，我们没开，显示了，我好险，我想说我们拿去做坟墓了，这样超浪费。什么东西没开？做了繁星的坟墓，没有，本来因为其实有个模式是可以你杀人之后掉头颅，可以吃头颅。但是没开这样，回血，回血，回血。啊！我刚有断他的头，我没吃哎。没有，没有开，没有开。而且还说你要吃我的头，没有开。我刚有一颗头没吃，听起来超。而且还讲的很有一颗爱，有没有？很呆萌，我怎么没有吃啊？特色美食兔子头，可以看钻石吗？钻石，哇！你是被蜘蛛咬吧？蓝队太夸张了啦！太夸张了！哇！好夸张！
蛮多的。没有、啊，我们这一队的钻石选了我挖了，我们都集中起来给一个人挖。对，我们这一队蛮平均的，我们挖到还蛮多的。多、嗯。对，我们家也蛮多的，赞哦。哇，好多、哦、你们。嗯，然后这次这个地图，我猜啦，会这个状况、应该是我地图那个在做的时候可能有点出问题，可能是地图问题。嗯还、有有灵事件吗？哦，所以跟伺服器比较没关系，这样。对对，它某个地点会卡一下。就是、对，某个地点走过去的时候，那个有个界限，往下走。对对对。对啊。你是要把某个地点的黄金放特别多吗？没有没有。是把某些人放在资源比较多的地方，二十几颗金苹果哎，哇塞！我刚刚都想说，假如说最后圈内抽盾的话，还有机会可以靠着盾这一点。嗯。欸、其实我想问那个玉米，你是忘记有苹果，还是你根本就无所谓、啊？你是没插就直接挖，是不是？哦，你是我的钻石稿，你知道吗？居然是完全无所谓，超大胆，狂破鞋。我第一次参加，我不知道。然后我那时候挖了900多，我就问说啊，其他人你们挖的怎么样？我就问墩墩说，哎、欸，墩墩你挖多少？他说哦，123。太多了吧？还好吧？正常吧？正常啊，我也才300多哎。我也是来挖，对啊，我才挖58个而已嘛，58个真的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，对啊，厉害厉害。所以你总共挖了几个、啊？什么东西挖了几个？他挖了900，挖了930，挖了九百啊，好多哎、欸！哇，你们挖好多了吧？嗯，夸张。好了，辛苦大家了。啊，这一次有没有觉得谁特别、啊？有没有雷的？有没有雷、啊？有没有雷的吗？我们这一队没有。连续最帅的可以吗？死的最帅，就是那个忘记自己手上有两颗金苹果，不然一起吃掉的算。哦，这个是你吗？这个蛮雷的，这个蛮雷的，这个有一点哦，这个有雷到。洋洋哥哥，残联，我不要残联了。有没有其他候选人？有没有推荐名单啊？我是有看到小雨跟，我觉得我演员轮流被僵尸咬了。我是蛮常问我队友说，可能他们在挖苹果。或者是在玩金矿，我就问他们说：“哎、你们要挖金矿要干嘛、啊？这样。”然后他们可能五分钟前有讨论说要做金苹果，然后我忘记这件事情。对，洗脑吧这个。洗脑啊！再问，你们可以去看 VOD， 我大概今天一直狂问他们问题。而且他超想要玩岩浆桶，然后我们跟他说很危险。然后玉米就跟他说玩打火石就好了，就他用打火石，他就看我被烧到了，超好笑。他们一直叫我不要玩岩浆桶，然后给我打火机，然后我还是烧到队友。有人说那个啦，今天黑雨迟到，所以是雷神。哦，可以，有道理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行。来，我两个候选人，好。迟到十五分钟哎、欸，应该哦，对不起，15分钟哎、欸，还敢说啊？15分钟哎、欸，说啊！我让20个 YouTube 等我。19啦，19啦，玩手机，玩手机，玩手机。哦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为什么会死，是因为我准备开战的时候，他说这时候那个谁、那个谁叫什么风什么？陈峰，对，他说他收到了那个黑羽的那个什么。黑羽的那个头号粉丝，头号粉丝通知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哇，黑羽计划通哎！哇，对呀，那是 combo 啊！珊珊，你们看，先汇款。我一个用头号粉丝来杀对方，有没有？攻击耶！再看看，完了你，我下次要打哈记前，我就打电话给他。哎、欸，大家都二哎、欸，都二了。他第五没有一次吃两颗啊。二是你啊，二是你啊，你哦，我都有啊。你太你太你打错了。这个是不是最雷的？我主宰一个。重点是他第五红盾啊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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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个久违的没有玩 Minecraft 了，一来就因为迟到，然后害我选到最雷的，好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你可以多串联几届啊，哎，连续多雷几届啊，哎，连续真的不容易耶、欸。很容易啊，有连续有一位露米的，对，露米，你要超过我了吗？你几届了？你讲一下。
我才两件而已啦。那好，这季也让你了。我让你惨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露米参加了几届？两。三届，哇，你也不简单，好厉害，质量也在，有过半的几率哎。好了，还是选二，那就二了，就二吧。这次雷神就是黑鱼喽，耶！很荣幸的感觉，这样子，真的，很荣幸，开心，很开心。你们可以玩到了，又可以跟你小孩讲了。你们知道我今天开台的标题是打说久违参加 UHC 我还不夺冠一下，我要改成久违参加 UHC 我还 不烧队友一下，不雷冠一下，不雷神一下，不雷神一下，不雷要雷一下吗？嗯，这餐我雷，好雷好雷，很雷很雷，雷好雷。真的好，辛苦大家了，辛苦大家。这次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，下期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，等一下还有继续开哦，等一下继续。好啦，这届真的当主播当到快结束了，我好孤单哦。好啦，辛苦各位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。拜拜，啊 CWT CWTG 来看我哦，拜喽拜喽拜喽。